OK，各位，今天我们会用到那个 2.3 的那一个 worksheet，大家可以打开来看一下。然后我们再等全部人到齐才开始。然后要准备一张纸，然后因为我们等下需要把答案写在上面。然后上完课以后，我希望大家可以 submit 这个纸，拍张照，submit 到 classroom 那里，classroom 的 assignment 那里去。一二三四五六七，诶，好像还有人没有到耶。我们大概等多两三分钟吧。Okay, 刚加入的朋友记得要去找一张白纸，等下把答案写在上面。下课以后需要 submit 到这个 classroom 那里去。有没有你们的朋友还没有加进来？提醒他们一下哦。OK，好了，那我们就不等了，我们正式上课。OK，今天要教大家的是这个 subject word agreement，然后要跟大家讲的是关于这个 nouns、gerunds 还有 unit of measurements。OK，那我们来到 rule number one 开始看起。We use plural words with some adjective that behave as nouns。所以好像 young 啊、homeless 这些东西啊，是在形容说年轻啊，homeless 是没有住屋子的人。可是，当我们把它前面放一个的的时候，诶，它其实整个这个东西不是在讲一个 adjective 啊，它其实已经是一个名词，是一个 noun 了。像我们来看到第一个例句，The young are vulnerable to the influence of the media。The young，他说的是自己讲的是年轻人，年轻人，vulnerable 是很脆弱，很非常被这个东西会影响到。To the influence 是影响，media 是媒体。被媒体给影响。那 the young 这边讲的是一整个群里面的所有人，指的是全部的年轻人，所以他不能用 is，他要用 are。第二个例句，The homeless was rounded up by the welfare department。那这边讲的是，这里无家可归的人都被这个welfare department 是福利部门给保护起来。那 homeless 它不是指一个人，它是很多个无家可归的人，所以一样也是要用 plural。那当我们把它在前面放的时候，把它变成一个指明一个 group 的人的时候，我们好像 the old, the poor, the rich, the unemployed, the old 是老人们，poor 是穷人们，the rich 是有钱人们，the unemployed 是无业游民们。这个时候呢，我们就不用放一个 SI 后面告诉人家这是很多人的意思。所以呢，就算说他
你就不用特别去提醒大家，就好像 the injured 已经代表着这一次事件里面受伤的人， the injured has been taken to the hospital， 所以没有 S 才是正确的，有 S 就错了。第二个 rule， we use singular words with ing word forms that behave as nouns， 所以好像明明 cycling 啊 labeling 啊，它 cycling 跟 label 是一个word 来的，是一个动词，当我们放 ing 以后，这一个东西我们就叫做 germ， 当它变成 germ 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把它当 noun 来用。比如说 cycling up this hill slope needs a lot of stamina， 骑上这一个陡坡需要很多体力，所以 cycling up 这个是一个 germ， 然后它用的就是 singular word。 Labeling of the teens takes place before they are packed for exportExport 是出口的意思，所以当这些这些罐头呢被 label 的时候，它是在做包装之前就要发生了的。当它们被包装成要出口的那一个箱子的时候，它就要做这个 labeling， 所以它一样是用 singular。这边有一个特别的提醒 ，germ 是什么 ？germ 是当一个 word 加 ing 的时候，这个就叫做germ。然后它很多时它是用来做成这个。Noun 用为名词用，比如说 walking is a good form of exercise for the elderly， 它这边的 subject 就是 walking， walking 是一个很对于老年人来说很好的运动。 His hobbies are reading and swimming， 在这个情况下我们不是因为前面是 are 所以才放 ing， 而是因为它其实是一个 germ， 它是一个名词哦，它的爱好是阅读跟这个游泳，所以在这边是用作 germ。然后到了第三个 rule， we use singular words with expression of distance, money, time, weight, etc. if they refer to a singular sum of quantity， 好像 $30 million 很多钱耶， 8 hours of good sleep， 8 hours 8个小时超过1个小时，这里都是很多的东西，但当他们用来表示，当我们用数字很多的这个很大的数字来表示距离、金钱、时间、体重这种不可能只有一的时候，它是一个很大的数字的时候，但它其实只是要表达其中一个东西的价值的时候，我们都要用 singular。 比如说 $30 million has been spent on the new train terminal， 这个300万已经用在这个新的火车终点站，已经被划掉了，所以还要用 singular， 因为这300万只是这一次事件被用掉的价钱，所以还要用 singular。 8 hours of good sleep， 8个小时的有品质的睡眠，它还能够让我们整天都非常精神， enable us to be alert all day， 所以8 hours good sleep 是它只是代表 一次性的8小时睡眠，那还是要用 singular。所以今天只有三个rules 要大家记得，我们来做一次 summary。 所以当这种 adjective 我们把它放个的在前面的时候，我们很多时候就把它用作成一个名词，就把 adjective 变成名词了，然后它一般上是要举一个群体，不是一个人，是一个群体，所以我们需要用 plural， 要用有 s 的sorry 不是有 s， 就是 plural 没有 s 的形没有 s 的那个 word。 然后当我们表达它是一个群体的时候，不用特地在这个 的这个后面这个形容词加一个 s 来告诉别人很多人，所以不用 the injured， the injured 就代表全部受伤的人了。第二个重点是，当我们把这个 verb 后面加 ing 的时候，这个东西它就变成了 germs。 germs 呢，它是它变成一个名词的情况，它已经变成从 verb 变成了名词，那它的后面是要跟着 singular。再一下 adjective 前面加的变成名词的时候，后面是 plural， 当 word 后面加 ing 变成 germs 的时候，它的后面要跟着 singular。 plural 跟 singular 的差别啊。然后第三个重点是讲到说，当我们用一个很大的数值，比如说30、100个、100千、100万，当它用来表达一个距离、一个金钱、一个时间，它只是表达一次性的时候，一个 singular sum 或是一个 single quantity 的时候，我们都会用 singular。 所以这有三个 rules 要大家记得。
然后今天的习题里面会 有 A 有 B， 看到我们一个个看啊， A 是有两个选项划线那个正确的，然后 B 呢是把正确的句子给 tick 起来，这边大家可以努力看看把错误的句子找出它错误的地方，然后等下我们可以一起讨论，然后正确不用修改的就在这个格子里面给它一个勾。然后到了 part C 的部分呢，是把两个选项里面正确的答案给圈起来。 part D 的部分是这个它给了你一个提示，它的那个 DS 就是 me， 可是你要再看这边，这里是要用 singular 还是要用 plural？如果是 singular 就把它加个 s， 如果是 plural 就维持原状就写上去。然后 part 一呢，它是说有一些句子是有错误的，找出它错误的地方，在这边画个线，然后在这里写出它正确的答案。 part f 呢，是这里的五个句子都有错误，找出它错误的地方，然后纠正整个句子写在线条上面。然后总共有 A B C D E F 六个部分，所以麻烦大家把答案都写在白纸上面，然后一会儿下课的时候在这个 classroom 的 assignment 里面提交。OK， 如果没有问题的话，我给大家三十分钟来回答，因为有六个部分，每个部分大概花五分钟左右。那我们等一下，现在是6:30嘛，那我们就7点的时候做讨论。OK。没有问题的，有任何问题的话，你 either unmute 你的 mic 来问，或者是在这一个private chat 里面问我 ，OK？ 如果有不会的字也可以提问。没有问题的话，大家就开始吧。大家都没有问题吗？有问题记得要提问哦。
十分钟过去了，我相信大家应该也把 A、B 给做掉了，应该要开始迈入 C。努力看看，我们今天的目标是要 A、B、C、D、E、F 都做完，然后都进行讨论。
OK，各位，我们这一个课室呢，还有多十分钟，它就会被关闭了。然后，我们七点的时候，它会关闭。我给大家大概一个，我在6:55的时候就会关掉这个课室。然后大家可以有一个5分钟上厕所的时间，或者是没有想上厕所的人就继续完成这个作业。然后我们准时7点，开始讨论，OK？所以记得6:55它会自动关闭，然后在7点的时候，大家记得自己加进回这个课室里面，然后我们7点正式开始讨论。OK，有人问 D 是怎么做的？是、so, OK，D 是这样子的，它旁边括弧里面给你那个字呢，它其实已经给你提示，就是答案是这个字。可是如果它是 plural 的话，你就不要放 s；如果是 singular，你就加 s。然后你就看前面这个情况，这个句子根据我刚才给你的三个 rules，它是符合 singular 的情况还是 plural 的情况？singular 你就放 s，plural 就不要放 s 这样子。所以比如说第一题它是。make 嘛，make，那你就看这一个句子，它是要singular，你就把它变成 makes 有 s 的。如果它是 plural 的情况，就放 make 哦，原本的咯，就不用 s。它旁边括弧里面的字是在告诉你这个最基本的字是哪一个字。